们这儿的大鹦鹉的话，可能会有人到处去那个鹦鹉的那个。叫黄带鸟。黄带鸟啊。知道吧？它的鹦鹉，看到没有？不是吧？要去哪？然后前面这条大道还真是车水马龙。西是湖角，这样后面叫拉贡。然后对面帆船那地方是发展叫 Will， 我南头，那个叫做 Pharmacia 那个地方。西哥海岸警备队的巡逻舰，这小黑王八，哎呦，小黑王八，这好玩。这个乌龟的话，这个玩意儿跟别的，它活的，真正的大的龙虾，而且这连龙虾鉴杯，那真正的市中心，塔布村的市中心，然后开始。真漂亮！今天起个大早，为了看这日出，红红的，很有气势。这是哈伊特林吧？再看这小草屋，这小草屋救生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有一个救生塔。首先，大小有限，这一个管理。好沙滩，你也看到了。全部被人占了，对吧？这是他新建的一个码头。看看这个海，不同的颜色。这里面有很多的蜥蜴，自己爬。从这条望过去，有点从树丛中望看来，真的不一样。皮质三角凳，我昨天在骑。啊，好了，准备去游泳了。特色有点东方那个味道，看，我还可以坐在这儿。这是它是个夜生活的中心，马路两边都是。它比较有点名气，就是拉斯维加斯的风格，就是它做的广告。古罗马。西班牙的早期来的意思，就是看这个。抒情的。红彤彤的太阳，冉冉升起。看这一个是。说对了，我们老师。
雕塑，啊，美女雕塑，是一只大青蛙。太阳已经升起来了。清晨的话呢，还是很硬的。